好的，昨晚直播的时候呢，一直有人问福利码是什么，福利码是什么，所以呢，这期是公测四周年主播福利码的一个活动视频哈。飞车昨天上线了一个跟以前一样的福利码活动，那活动入口呢，在飞车首页点福利界面，进入到精选，然后找到公测四周年主播送福来，点进去。进来之后呢，输入拉风牛送福利六个字哈，就是福利兑换码。那输入之后呢，点击兑换就可以得到礼包一份。那这个礼包呢，是概率得到我现在开的这辆永久的盐军呢，或者说套装一万点券啥的，那是100%有奖品的哈。当然，永久车肯定是概率极小的事件，但是一万点券的话，昨晚小伙伴们问了福利码之后，马上去兑换，就有两个人说中了一万点券，这个概率呢就比较大一点，毕竟点券不值什么钱是吧？反正就动动小手指的事情，需要的可以去试试运气啊，不需要的就算了吧。